这是2021年李玟给母亲过83岁生日时的留影。李玟回忆，小时候妈妈一个人带大他们三个女儿，小时候妈妈为了三个女儿能吃饱，妈妈总是不太吃饭，等女儿吃完了她才吃剩下的。李玟还未出生时，父亲就因病去世，一直以来都是妈妈一个人抚养大三个女儿，真心不易。这次李玟三姐妹一起为妈妈庆生，让妈妈站在 C 位，老人家戴着帽子墨镜，穿搭十分洋气，比三个女儿还要时尚。李玟三姐妹长得好像就像复制粘贴一样，尤其是李玟和二姐，五官简直是一模一样。祝福老人家长命百岁。